陆先生是吧？哎哎，我是山东老酒馆的贺掌柜。哦，哎，您稍等啊，您稍等。陆先生，陆先生。 您请，哎，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。哎，您请坐。陆先生，我这次来呢，哎，我知道您为难啊，但是我们这开门做生意，只出不入，他也受不了。 所以还请您多体谅，啊！不是，陆先生，您看我这大老远都来了，你好歹拿点，要不我回去没法交代啊！不是，陆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贺掌柜。 您刚才那一席话，太让我感动了。您说，那酒账我都欠您半年多了，可是您没让我把账全还上，就说多少还一点儿，您可真是体谅人呢。您真是好心肠啊！可是我再犯，我要有一点，我。 我肯定把账给您还了。陆先生，您严重了啊！这，您今天能拿多少？爹，我饿。哎呀，饿！你这一天到晚要喊多少遍呢？闺女，爹，这就给你讨口吃的去。嗯。 我掌柜，孩子病了，半年多了，这钱花大发了，我这就给孩子讨口吃的去。您等一下，讨口吃的？你这家连吃的都没有了？我再凡有吃的，我能不把账还您吗？ 我这有点钱，你先拿去，孩子买点吃的。哎呀，不，您这这这这这怎么好意思啊？等你有了钱再还我，好不好？现在孩子买吃的去啊。哎，哎呀，闺女，今天的吃的好着呢。陆先生，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你这在家待着，不出去赚钱啊？那孩子病了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我这不脱不开身的。 好，爹，这就给你抓药去。贺掌柜，你说我再犯能出去干活挣钱，我能让孩子药断了吗？我这也没办法。不，这孩子，这孩子治病要紧，你不吃药，这病他越拖越重了呀。这不是没辙吗？你看看，家里边值钱的、该当的。 全都当了，不管你说别人也欠我钱，我这可是要不回来啊。就算了，我也不跟您说了，不，我还是给孩子抓药去吧。哎，那你这钱抓了药，吃了咋办？那就再想辙吧，这吃药治病要紧的。我身上就挣点钱了。 你说回去拿吧，这路太远，这来不及啊。这样啊，我这鞋啊，这羊皮鞋，九成新的啊，你拿去啊，当几个钱儿，吃顿饭应该没问题，好吧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使不得，这我还是人吗？我你先拿着，救急要紧，好不好？赶紧拿着啊！ 怎么样，鞋合适吗？这个大小还行，就是这个怎么着？
没这皮鞋体面。嗯，有双鞋穿上就不错了，比那光脚的强。这几个钱的事儿，我是懒得到街上买去了。贺掌柜啊，您是让那人给骗了。三爷啊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叫睁眼瞎掰。他哥，你瞧他，他还不服气呢。这眼见为实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是没看到啊，那哭的叫一个惨呐！孩子病重，腰就断溜了，还没饭吃。你但凡有点良心，你就看不下去呀、啊。我本来说到这柜上支点钱，但来回道太远，这跑回来都后半夜了，所以我说啊，就索性就把这皮鞋脱了，给他们当了，换点钱儿啊，先把药抓了，把饭吃了。我这有错吗？那你见着那孩子了吗？哎，我听您动静了。那就说没见着人呗。多大点事儿啊！你哪天我有空，我再去看看不就完了吗？你放心，放心，不可能有那人啊！你放心吧。哎呀，爹，我饿。爹，我难受啊！哎，你说他咋这么傻呢？哎，谁知道啊？傻子冒油呗。嗯，冒油好啊，让他下次来再刮他一层油。大鸡腿儿。您请，您请。哎，你看，又让您跑一趟。啊，这是给闺女的。啊，让您破费了。怎么样？那闺女好点没有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这哪能好这么快呀？啊，是这样啊，我学过西医，要不我给孩子看看。啊，我给孩子看看。哎呀，你看你学过，你干嘛不早说呀？我都把孩子送走了。送走了？嗯，你送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这不是吗？也有一个大仙儿，哎呦，他真是神得很。他说他能治好我闺女的病，我就送到他那儿去了。你怎么能送他那儿去呢？那都是骗人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绝对不会的。我学医的啊，这个有病了你就得看病吃药，那些江湖骗术啊，他不但治不好病，没准把孩子还给耽误了。你赶紧把孩子领回来，真的。老陆家，你孩子不行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啊，当家的，你赶紧把裤子给我，我要看咱闺女去。行了，你不知道咱家就一条裤子吗？给了你，我穿什么呀？不，陆先生，你这屋里还有人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家里那位，我让您见笑了。行了，你吵吵什么呀？你就把我逼死，我也弄不出第二条裤子来。你这嚎丧啊！何掌柜，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啊？啊，你说，您看您那个裤子，我这个你，我这怎么给你啊？何掌柜，我求您了，这鞋让人给脱了去了，裤子也给扒了。何掌柜，您是去清账去了，还是去还账去？人这孩子眼瞅着就没命了，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吧？换了你怎么办？我说不过你，但我知道你呀，你赚多少都得给搭进去。这钱财乃身外之物啊，你用对地方那就是钱，你用不对地方那就是粪土。对，都土，我先忙去了。哎，这刚说两句话你就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也得去前面了。何掌柜啊，嗯，这账啊先甭管了。别，怎么就不管了呀？嗯，不是，陈掌柜，你也信不过我？不是信不过，是先放放，等过些日子再说。啊，别放放啊！
我现在跟那陆先生处的正热乎呢，这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没准他过两天他就把钱还上了呢。他哪有来钱的道啊？有，他有钱。嗯，他就是跟我一样，他把钱借给朋友了，但他说了啊，过几天那朋友就把钱还上了。你就放心啊，你就请好吧，没那么多事儿啊，走了。慢走。高先生来了。哎，不来惦记了吗？哎，你们陈掌柜呢？哎呦，您找他有事？哦，我上次给他留那盅酒，他喝了吗？喝了。啊，他们，您还有什么事儿？然后呢？然后他就回屋睡了。睡得挺好。啊，那人叫好啊，沾枕头就着。挺好，高上里边请。别，您里边请啊。有点意思啊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哎呦，高先生来了。陈掌柜。哎，您可真忙啊。不瞒您说呀，我想把这老酒馆啊改成二层酒楼。哎呦，正选新铺子呢。难怪呢，看着您这满面春风，春风得意。得意忘形啊！哟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就是给您提个醒。高先生，你看您这话，我这话怎么了？酒后话，酒后话啊！不当真，我今天还没喝呢。不是，高先生，我哪得罪过您吗？您没得罪过我。嗯，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就是给您提个醒，您爱听就听，不爱听拉倒。不是有句话吗？良药苦口，提醒好啊！这好朋友亲兄弟才这么做呢。谢谢高先生，今天我请您喝酒。哎呦，我受不起，您留着，自己喝。啊！揣着炮仗出来的，咱还真没得罪过他，一定是哪儿受了屈了，跑咱这儿撒气儿来了，是吧？老三，咱们是开店的，进来的都是客，甭管是红脸、白脸、大黑脸啊，还是猫脸、狗脸、大驴脸。咱们都得好好伺候着，谁让咱们是干这行的呢？我跟你说呀，我看了一处店铺，嗯，还不错，有空帮我长长眼睛，行。哎呀，贺掌柜啊，谢天谢地啊，这回总算是有盼头了。老酒馆的钱我能还了。你那朋友还你钱了？还没呢。那你这钱哪来的？我想出一个办法来。这账啊，您替我要去。我替你要？哎，您看我找我的朋友要钱吧，我们之间又特别熟悉，他肯定不会给我，我又不能跟他撕破脸儿，这一撕破脸，这钱就更要不回来了。您跟我不一样，您跟他不认识，不熟悉。所以他不好意思不给钱，再加上是您能说会道的，三言两语，您得勤快点儿，把我这朋友哄高兴了，他肯定就能把钱给了。不是，我勤快点儿，再把他哄高兴了，那我这不成三孙子了吗？你这没办法呀，现在这年头哪有要钱的当爷的？哎，反正情况是这样啊，他还我钱，我才能还老酒馆的钱。黄河入海流，黄河入海流，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
更上一层楼。秦先生。更上一层楼。您是齐先生吧？你是老陆找来的？对，是陆先生让我来找你。来的正好，干活吧。干什么活？你先把院子扫了吧。咱们第一句是什么来着？不是，齐先生，咱们借一步说话啊。你先把院子扫了，扫完咱再说。还有一条啊，您可一定听我朋友的话啊，跟他好好的配合，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到时候钱准能回来。海陆第三季，黄河入海流，黄河入海流，对，欲穷千里目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这不，孩子也睡了，活干得不错啊，手脚麻利。您满意就行，啊，哎，先生，我来啊。我知道，您知道就好。那您看，那个后院啊，有个间空房，都收拾好了，你就住那儿。您说什么？后院有空房，你住那儿？我住后院干什么呀？你的意思想住哪儿啊？住我窝？不是，他不是哪个屋的问题，我是来跟您要钱的呀。要什么钱啊？你不是欠陆先生钱吗？我欠他钱啊？我什么时候欠他钱了？嘿，不是你在我们家干活的老刘回老家一个月，那姓陆的说给我找个人上我们家干一个月活，你来了，我看你这活干的还行啊，就把钱结给姓陆的了。他说他跟你分账啊。不是，那姓陆的他来了？来了呀。那人呢？拿钱走了。哎呦，哎，不，你想跑啊你？给我回来。我算是弄明白了，姓陆那两口子没孩子，就他跟他媳妇两人租个房子住，赚一笔钱，房子一扔，好了，咱这酒钱算清不回来了，那房租也泡汤了。但愿他们两口子藏得严实点，要不他们那皮就得受苦了。这天又不冷，你捂那么严实干什么呀？我冷。这世道还是好人多呀。那我碰上咋都那样的人呢？瞧你这话说的。那我跟三爷是哪样的人？这停停车，我尿尿。这老贺还是简单，江湖这点事儿他不明白。这就是我看中的地方，这年头能有他这样的人多难得。
哟，爷，您几位？六位。六位爷，里面请。哟，哎呀，陈掌柜，冯先生，您好啊。您这是去哪儿了呀？去了趟南方，做了点小生意。您那点小生意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大事了。哎呀，这都是我的几位朋友，可都是大连街上有脸有面的。陈老板，生意兴隆。哎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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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你们先坐，我跟掌柜的聊两句啊。冯先生，我可是沾了您的光了。捧场嘛。您这是要请客？是朋友请吃饭，就看好你这馆子了。哪位朋友啊？我认识吗？来过好几回了，还是我让他到这儿来的。我告诉他，这家馆子好。哎呦，还是冯先生照顾咱们呀！啊，感谢感谢。还是你这个馆子硬实啊！哎，酒好，菜好，请朋友吃饭不丢面，这脸上还抹油呢。对，嗯，抹油？亮堂啊！看来今天啊，我得多送您酒。不用送，不用送。朋友说了，他在你这儿存的有好酒，特意让我们过来。我敢问那位先生贵姓啊？姓高，40多岁。哎，中等偏高的个儿，啊，小白脸，白嫩白嫩的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陈掌柜，要不把他的存酒先给我们烫上？六个人，一斤二两。哎，三爷，嗯，高先生在咱们这存了多少酒？烧刀子，4斤8两。您看，三爷就是三爷，满大连街上找不出这老蛋来。您就说我脑瓜子笨呗。您的冒烟儿。啊，我先陪陪他们。您忙着。娘子，取高先生酒坛里1斤2两烧刀子，烫上。哎，这个老高，到现在还不到。急什么？咱们哥几个喝咱们的。哎，想吃啥吃啥，反正有人请客，对吧？那万一他要不来了，谁请啊？你们俩呗。哎，为啥我俩请？怎么变成我不请了？谁让你们俩那么着急的？高高，谁着急啊？啊，我不是来了吗？您看您看，哎呀，高兄你一来啊，我们这顿饭吃的就有底了。各位兄弟，抱歉啊，我这临时有点事儿，来晚了。待会儿酒上来，我自罚3杯啊！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这酒早给您烫好了，您就等着喝吧。烫的什么酒？你存在这儿的烧刀子。你不说这酒不错，请我们大家过来喝吗？是啊，对呀。是啊。哎，伙计，高先生。哎，来了，陈掌柜。哎，哎呦。您太客气，还亲自上来打招呼。哎，这都是应该。知道您最近忙着选那个新酒楼。这再忙啊，嗯，也不能顾此失彼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人啊，站在板凳上是高，这万一没踩稳，摔下来了，哎，崴了脚脖子，这还没以前高了。这万一摔躺下了，可就跟这地面一样高了。哎呀，哎，高兄。您说这话何意啊？随便说两句，没意思。高先生啊，喜欢开玩笑啊。高老板，来来来，哎，每次来呀、啊，都得逗两句。行嘞，你们唠着啊，我让人啊把酒菜端上来。酒菜可得端稳当了，别这高一脚低一脚的，万一要是摔了酒盅砸了盘子的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您放心吧。掉在地上的都算我的。哎，老兄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是提前喝了吧？啊，黄秋，山东老酒馆的酒好啊！啊，这一进门一掀帘子醉人，嘿，这一喝上，待会儿一犯迷糊，指不定今天啊得出个多大的乱子。这万一再闹腾起来，再把这招牌砸了，哼，这脸可就丢大了。高先生，老酒馆的酒好着呢，不上头，您呢放心的喝啊。那要是上头砸了招牌，就是把这老酒馆一把火点了，我也不会有一个字的埋怨。陈掌柜说话硬气。上酒。这菜还没上呢，等等吧。不等，
上酒。好。哎，这怎么的了？吵什么火的？这位高爷，每回来他都得弄点动静。好，这还没喝呢就这么吵的，这要喝大了还怎么着啊？三爷，要不然我到屋顶上待着去。您上屋顶上干嘛去？我给您压着点房盖呀，要不然一会儿给掀了就。哎，咱家房盖结实，他掀不了。得了，那我忙上去了啊。这是气着了啊？到了门，咱没得罪过那位高先生，早就跟我顶上了呢。我更纳闷，你顶上了您就别来了，他还总来，您说他图啥？那死猫烂狗、狼眼兔、什么玩意儿多了，他是来找事儿，把事儿找完了，那就舒坦。见了面就闹个颠覆，这真是要了命。你那会儿死哪儿没看见？能打他？我出去转，我凑合。是。对，您看，菜还没来，这酒就先上了。咱们喝还是不喝？大家都不是外人，酒上了，喝啊！行，那就都满上啊！满上，满上啊！满上，满上！哎，算了算了，今天啊，咱们不喝这个，开点新的，开点新的。哎，算了，没必要。这酒都烫好了，再说都已经端上来了，咱们就可着这个喝吧。哎哎哎，今天我请客。哎，喝什么，我说了算。怎么样？是喝什么都一样。哎哎哎，等等等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听我的。哎，伙计，开点新酒。放心的，一坛新的，咱也喝不完，对吧？对。咱们还是先把这存下的这坛喝了。哎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王兄。几位兄弟，我自有安排啊，听我的，好不好？我去把酒撤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好酒，高先生舍不得让我们喝。哦，先尝尝，尝尝。哎哎哎哎哎，王先生，冯兄。今天喝什么酒？听我的，赶紧把酒撤了，开台新的烧刀子，啊！几位兄弟，听我解释。你说这一年，咱们天南地北的走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，我怎么能让大家喝我喝剩下的酒呢？这传出去，不是丢兄弟脸啊！我说。这酒，哎哎，什么都不说了，今天啊，全在酒里。待会儿酒上来了，咱们边喝边聊啊。回来了，还没睡呢，出来撒把尿。你这屋里不是有尿壶吗？出来撒尿敞亮。我知道，我不回来呀、啊，你睡不着，睡去吧，别着凉了啊。那您这么晚了，出去干什么去了？这是又看了看铺子，完了去别的馆子坐了会儿，喝了口。家不能喝呀、啊，总盯着自己的馆子吧，看着是哪哪都好，底气十足，出去溜达溜达呀，这气就泄了一半。哎。咱那馆子有毛病啊，得修理。那您说，咱这馆子毛病在哪儿啊？没诚意，不能讲。得，明天晚上我请您喝酒。这就对了。
得了，睡吧。这是人是鬼啊？兄弟，我想死你了。大哥，一个零件都不缺，你等着，我拿酒去。都备好了。大哥，你咋知道是我的？这不闹出动静来了吗？我打个呼噜，你也能听出来是我呀？你放个屁，我都能认出是你来。得亏你不是我仇人，嗯，服了。我也服了。你服啥呀？服你的能耐。阎王爷那儿啊，我去了。到那儿之后，我跟阎王爷说，我是孙猴子的师弟。叫金小手，赶紧把我那名从生死簿上给勾了去吧。阎王一听，哟，孙猴子的师弟那是一家人呢，勾了吧。一转眼我就又回来了，还好兄弟呢。啊，你倒是把我的名也勾了去。我能把你忘了吗？我特意看清楚了，你是长命百岁。兄弟，嗯。你唱了一场大戏呀，精彩。是道上的兄弟把我接了去，这警察局呢怕丢人，就随便找了个地儿放了空枪，这事儿呢也就给压下去了，日本人那儿也有交代了。干了。你这是干啥呀，大哥？我回山东老家看见我娘了，她抱着我的那些个家当，满脸老泪，满嘴念的都是大哥你的好，我得替我娘谢谢你。兄弟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为你拧脑瓜子摔弦儿，叫我干啥吧？一句话的事儿，兄弟。嗯，今后有啥打算？逗日本小鬼子玩。怎么个玩法？把他们的脑袋都给拧下来，来一锅乱炖。我这儿给我打，炖得开，痛快，痛快。大哥也还是那句话，啊，没地儿去了，找大哥来。炕烧热，酒烫上，能热热乎乎、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。另外，你那坛子酒啊，我给你存在酒架上了。你啥时候来，咱俩啥时候喝。你来不了，没人敢动。走了，别送。山高水长，兄弟脚下有数。您慢走。哟，杜先生。哎呦，杜先生，好些日子没见着您啊，您这是去哪儿了？二两跑舌头，我给您探。嘿，杜先生来了，这回可正了，您说一段呗。对，给我们说一段。哟，还不理人了还？是啊，不理人了。这是把舌头落下了。你看，多日不见啊，这还拿上把了还。嘿嘿嘿。
看来啊，我还得给您添道菜，得好好的孝敬孝敬您。嗯。你是讲评书的，咋喝上跑舌头了？这要把舌头跑了，那不把饭碗砸了呀？换个酒吧。咋了？不是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兄弟，是不是遇上啥难事了？跟老哥哥我说，啥坎儿咱迈不过去呀？哎呀，你不说急死我了，兄弟。亮子，把纸跟笔拿来。就在我这儿上最好的是约三五知己，无醉不归。等到了夜深，和往事干一杯，就似握手言和。世界上最美的事，为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任时光老去，宛若初见，笑谈似水流年。我要把酒言欢，和每一个生命中出现的人，每一次擦肩，每一次转身，都值得纪念。我要对酒当歌，和每一个生命中路过的人，每一次别离，每一次遇见，都值得怀念。水
金额，每一个生命中存留的记忆，每一次重逢，每一次失去，生命的赐予。一路上有你。